啊，你好啊，鐘伯伯。你好。咁啊，我想問問咧，你發現咗自己有腎衰竭，需要洗腎係幾時咧？大概四年。哦，四年前㗎啦。啊，四年前。咁你初時發覺有腎病嘅時候，你自己個心情覺得點樣啊？初初就差少少咯，我都未洗之前就差啲。好差係嘛？啊，後屘洗之後咧，就精神一路一路好。咁喺咁艱難嘅時候，你係點樣度過噶？我都冇點考慮，因為自己年紀有啦，我今年都80啦。係咯。哦，即係你就已經係處之泰然啦。係，我做，我呢度好空同嘅。咁你喺洗腎個過程之中咧，有冇覺得乜嘢係好唔舒服咧？好少。都唔會咁辛苦。打針嗰陣有少少痛啫，係其他就冇咩㗎啦。因為呢度姑娘照得好好，照得好。咁你喺洗腎嘅治療過程之中咧，覺得身體狀況同未洗腎之前有咩嘅比較重大嘅改變咧？好好多咯，又精神，胃口又好，係咯。哦，個體重有冇變化？有。重翻嚟話，重咗30幾毫升嚟話。哇，咁啊，即係同正常差唔多噶咯。係，差唔多噶啦。啊，好。咁除咗生活之外咧，咁啊飲食習慣仲有冇咩要需要改變啊？冇嘅改變，我盡量嗰啲有含糖，糖嗰啲我唔食，因為我有糖尿啊。對，唔食糖嗰啲。即係少少都要改變啦，係咪？係，我做。啊，咁你已經喺獅子會洗腎中心接受咗治療一段時間啦。係。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對我哋服務有咩意見，以便咧我哋日後咧可以作出改善啊？啊，意見我唔敢講，就第一年要先多謝獅子會，甚至呢度嘅中心嗰啲姑娘，係啊，對我哋即係好細心嘅照顧。係啊，有好好態度。好就向市民提供優質同埋價廉嘅洗腎服務。剛才大家都睇到我訪問嗰位腎友，佢對於我哋嘅服務咧係相當滿意嘅，亦都感覺到比其他嘅機構仲好。而要維持呢啲咁嘅優質嘅洗腎服務咧，我哋係需要大量資源，同埋亦都需要市民咧慷慨嘅支持。為此，我再次呼籲各位向我哋中心慷慨解囊，支持我哋嘅服務，使我哋咧可以繼續落去，亦都可以擴展落去。多謝各位。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直至到現在不經不覺已經踏入第26年啦。由最初嘅四部洗腎機，至到而家已經有40部洗腎機。每年中心舉辦各項嘅籌款活動，包括慈善餐務會、全港九及新界賣旗日、步行籌款、TVB 籌款夜及粵劇籌款等等，目的是為中心籌募日常的經費。現時香港每年超過1000宗新增末期腎衰竭的新症，當中有 80% 病人是接受腹膜透析，我們是叫洗肚的，以及 20% 病人是接受血液透析洗血的服務。中心一直是為末期腎病患者提供低廉但是高質素的血液透析洗血服務。由1991年至到現在，中心一共是提供了243000節的血液透析服務。由於現時3間洗腎中心的病人的人數已經達到飽和了，中心第4間的洗腎中心已經覓得合適的地方，現在已經是密羅緊鼓地是籌備裝修的工程、購買醫療設備及藥物等等。我們第4間的洗腎中心位於大埔區，服務範圍擴展到新界北，是中心的新發展一個新的里程碑。
期望第四间洗肾中心会在今年底正式投入社会服务，令到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受惠。恳请各位善长仁翁能慷慨解囊，为善聚乐，福有由归。感谢支持，多谢各位。国际狮子会肾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现时大约有160位的末期肾病患者在中心辖下的三间洗肾中心接受血液的透析洗肾服务，而每星期大约需要两次至三次，每次又需要5小时的风雨不改地做，目的就是延续肾病患者宝贵的生命。中心过去近这几年间不断地扩展和更换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以减轻肾病患者所受的痛楚。由于现时三间洗肾中心的人数已经达到饱和，正是迫切开办第四间的洗肾中心，希望能够透过今晚的筹款活动筹到更多的善款，以应付这笔庞大的开支，继续为更多的末期肾病患者服务。而中心是注册的慈善团体，并没有政府或者公益金的赞助，故此我们需要你的支持和捐助，使到中心的服务得以延续，让更多的肾病患者可以受惠。多谢各位。洗肾救人献爱心，现在敦请嘉宾进行简单而隆重的亮灯仪式。唔该晒咁多位。六福珠宝呈献，重燃生命慈善夜，而家正式开始。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
我们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累，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上